来看你接下来这一周的运势如何？那首先在心中默念一次问题，然后依直觉从画面中的四张牌选一张出来。一二三四，选好了吗？下周运势大公开。你选到一号，那一号呢是战车，那战车这张牌是跟意志力的考验有关哦，所以有可能在接下来这一周啊，你确实有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啊，让你想要放弃原本的决定。那这张牌出现的时候，就跟你说，这只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，确实比较辛苦，但是绝对不能轻言放弃哦。你选到二号，那二号呢是宝剑骑士，那宝剑骑士呢在告诉你接下来这一周啊，你在做事情哦，非常的急躁，因为这是78张牌里面最急的一张牌哦。那为了你想要快速可以达成，所以你的情绪有可能起伏很大，然后就会很常对身边的人生气了。你选到三号，那三号呢是太阳牌，太阳牌是非常不错的一张牌。那基本上呢，你整体运势都还蛮好的，那可能有一些困难也可以呢，有贵人的出现来协助你哦。恭喜你选到了这张牌哦。你选到四号，四号呢是圣杯士，那圣杯士啊在告诉你，其实你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到底要什么，因为目前眼前出现的这些机会啊，其实都不是你要的。特别提醒双鱼座，接下来工作很受赏识，任务加重，做事更要小心谨慎。